今天是2021年6月5号，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16:49。刚才啊，突然我右边的耳朵里面痛嘛，然后停顿了一下，一个左边耳朵也痛嘛，现在就停留在那边，那个痛嘛，一个痛点停留在那边啊，看看什么啊？天上有个飞碟在转啊。就在头顶上啊，就在头顶上，就在头顶上，转了一个，就挪了一点点位置，还在我头顶上，还在我头顶上，重心点从这个地方挪了一点点，挪了一点点啊，只挪了一点点啊，只挪了一点点啊，只挪了一点点，只挪了一点点啊，只挪了一点点啊，只挪了一点点啊，只挪了一点点，那个飞碟知道我今天要搬棵树啊，从后院搬到斜坡下去，都知道。后院，你知道我计划要搬棵树啊，搬棵树啊，所以为了保证成功率啊，保证成功率，一个飞碟等在这边啊，等我搬好了以后，他给我下长椅啊，他会给我下长椅啊，下长椅啊，接下来的3天时间啊，我这边的阳光啊要比其他地方阴一点啊，阴一点，他告诉我这个消息啊，他告诉我这个消息啊。告诉我这个消息啊，好，知道了，告诉我这个消息啊，知道了，好像现在不痛了，不痛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，谢谢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这不是电子飞碟，是一个比形状看起来比较大的一个飞碟啊，不是非常的大的，就在这上面啊，好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